社会慈善的工作、学校甲圣母会。郭德纲神父伫1865年1月23日写予圣会长的回信中讲：万金圣堂的圣道部修学进行了真顺利，为圣伯禄甲圣伯禄两位师徒设立开学以来，已经会读会写，也捌真济变法名词甲形容词。我聘请了梁鸿济神父做因的校长来教导管理因，已经就任2礼拜。毋忘上主，咱的天主来降福因，使一切拢亲像咱所愿望的。伊争取着世间人的利益、教会的公义甲人民的喜好，这算是欢喜的代志。但是，就亲像伫这个世上无圆满的快乐，伫快乐中有痛苦，所以目睭所看到的，因为一切拢是完善的。因为强盗在想尽办法，想要来抢夺阮囡仔一挂卫生的物件。虽然尽力在预防，但是因时常伫半暝行动，实在是防不胜防，更加使人担心。阮完全无法度来保护，来避免这种的压迫。我想要甲梁神父参详了后，开一寡钱伫迄空地上来起篱笆，同时会当去除阮心理上即个烦恼，来保证囡仔有饭通食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当搁较安心来专心读册。目前我有法度来完成即个重要的想法，但我会尽可能使伊来实现。伫另外一张伫1865年3月30日的回信中讲：我伫2月7日暗时由万金出发，留下梁神父管理小学。关于这间古号名小学，我也曾经为厝内家会长提起，我袂当无重复阁讲一次。亲像对杨金忠神父讲的，学校已经开始，上较难得的是真得教友甲外教人的肯定，囡仔的父母也非常欢喜。昨昏因会当读东港的福音，面对真侪的听众，也袂惊张。因的父母伫听见了后，非常的欢喜。为甚物因细汉囡仔会当来明白、诵读遮尔高深的文字？因为福音是遮尔啊清楚，同时为遐遐尔纯洁甲天真的嘴讲出来，无论是伫受洗者，也是慕道者的身上，拢产生了真理想的效果。但使因印象深刻的、特别难忘的是以下的一句话：好树未生歹果子，歹树未结好果子。所有未结好果子的树，就应该来撤掉，用火烧掉。然后，这间小学校也伫1865年11月29日，李圣堂甲伊的主体被火烧的时阵毁掉，因为传教士一直利用各种的机会，对百姓授予这种的文化教育，使因的生活更加文明，走向良善，也因为这种的教化，渐渐迫使到想要拔除一只生根的天主教会的正道，渐渐来消失，而且也予人看得出信仰天主教会伫这个所在所带来的好处。但是这种感觉并无被人尊重，颠倒
煞予人看作是争取信徒的手段。讲到学校，开从初期虽然有袂歹成绩，但是过了无偌久，传教士感觉若像去用骗同款，因为遮个囡仔一旦学会晓读册甲写字，小可较大汉个，就爱像因个爸母同款，落田做事，照顾牲畜，将学校所学到的一切淡淡一遍。为着要长期维持学校的生存，特别购买了真济田地。这些田地同时也为着暑假的教友会当安居在圣堂的附近，无厝的人会当寄住。郭德光神父并于1869年创立了一个名叫做“救助生者亡者”神会。伊除了帮助维持圣堂的需要了以外，也救助生活在极度困难中需要借钱的贫困的教友，帮忙因因为这种的原因搬离这个所在的人真多。这个神会渐渐增加伊的财产，帮助了更加多的人。就亲像郭神父伫伊个书信中所讲，华人想尽办法侵占村民所有个田地，因为急用，将因来出卖。但一旦卖掉遮个物件，就失去了一切，就爱搬离开这个所在。真侪教友就是因为安尼离开故乡，到了别个所在，而且无圣堂，也无传教士，自然也就放失了信德。教友嘛会当利用这个场合起家己的厝，这一个方法十分有利初期的传教区，而且有真好的效果。也就是造成台湾教友集中聚会的所在，这也造成了因搁较有团体的凝聚。既然大家聚会活在这个圣堂的四周围同一个所在，感觉甲教会结合聚会同款，大家互相会受到搁较好的影响，促进大家更加用心与信用。假使有这种的帮助，这个村头有可能一定落点客家民族人的手中，亲像其他隔壁村庄同款。杨金忠神父在1876年5月12日所写的一张批信中讲，这些在地人拢非常的善解。一方面是因为欠缺能力甲远见，另外也因为在华人的甘巧甲运用因的单纯，如果拥有上歹政策的参政，以我浅见所看，相信万金甲附近遮个砖头，若毋是教会来保护，可能已经无存在了。因为这个所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，拄着甲客人不断地发生战争，而最后结局拢是失败，因为对方的人数甲能力拢超越了成绩。